心今天最新的欧美股市指数，还有金价、油价。在美股方面，道琼工业指数上涨了188.1点，来到34084点；纳斯达克指数上涨了236点，来到了13535点；费城半导体指数呢上涨了78.84点，收在3066点。在欧洲股市的部分呢，英国金融时报指数呢上涨了69.59点，收在7019点；德国法兰克福指数上涨了256.7点，收在15370点；巴黎证商工会指数上涨了81.03点，收在6343点。而在金价跟油价的部分，金价是下跌了4元，收在1877.5元；而油价的部分是下跌了1.31元，收在62.05元。